你管他生干嘞哈？他玩的时候就很活泼啊，他平常怎么看起来那么忧郁？不是，那因为在里面的关系。哦。他看外面的。他会站呢。很会啊。这一只啊。他会站哦，以后会走路哦。这只一定会站的。会。你说他会这样走，站着这样走，这样子，像那个螃蟹啊，然后再走过来。你看，他。